超性感。廖碧儿拍广告黑色西装上阵，还穿礼服大秀，网友流鼻血啦。39岁香港女星廖碧儿最近当上千禧美容公司代言人，日前她为广告进行拍摄，拍摄过程中她换上多套晚装及泳衣，其中一套黑色西装履更是美丽。39岁的她身材依然棒棒哒，在拍摄中更是大晒完美线条。廖碧儿早前被报道与一名失婚富二代密友芬兰，碧儿并没有否认恋情，只是回应与 Catherine 廖姐中，我们于一年多前在慈善活动认识。待日后有好消息再同大家讲，多谢关心。廖碧儿事业爱情两得意，最近当上千禧美容公司代言人。碧儿说自己向来都不会盲目追求瘦，觉得比例均称更加重要。她话，这次全身总共减了10寸，手臂和背部线条都出来了，整个人 sharp 了。拍摄前几日也没刻意吃少点，都可以保持最佳状态拍广告。此外，廖碧儿透露早前在加拿大演出电影《Stigman Effect》戏中饰演性感女杀手，当时因工作关系、饮食和作息都不定时，所以变胖了。廖碧儿 Bernice Jan Line， 1979年1月6日，华裔加拿大人，籍贯中国广东顺德。2000年参选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夺魁，随后参选2001年国际华裔小姐竞选夺冠，同年加入第15期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，毕业后效力无线电视10年。2005年至2010年曾是无线的当家花旦，曾与刘恺威及陈豪拍拖，2011年离开无线。廖碧儿出席在海港城举办的商业活动。2017年12月，廖碧儿考取国际品酒认证 Level 3资格，开始染指卖酒生意和饮食业，更豪掷千万于法国购买酒庄酿酒。早前获智利政府邀请参观庄园，便顺道在当地游览，接受访问时表示葡萄酒令他增广见闻，结交了不同国家的朋友。参考来源